死苦在在的重复，来世只有来世领悟。当再没有人能够指引眼前的道路，再困难也只能走自己的路，走自己的路，我走我自己的路，我走我自己的路，在我灵魂的深处，我不哭，我就是我的全部，我走我自己的路，走出我自己的路。什么叫做拍了唔通行呢？并不是做坏掉的路，那种路太多了。是真的有一条路，你踏上去，这辈子就永远不会回头了。老天爷在每一个父母无力呵护教养的穷孩子面前，都放了一条这样的路。而且你一面往地狱走去的时候，天堂并不是看不见的。住在天堂里的人就在你旁边，看着你跟另一个穷孩子斗到遍体鳞伤。查某，进来啊！好未？你干啥？放弃我！大哥，大哥，过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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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动你！战兢兢的啊，安怎？不要问鬼等你啦！阿妹，老兵啊！我，你们记得我啊？呜！饿了，到款的，卖个孬了。陈家伟，基本上他是一个很凶悍的人，因为他的家庭状况是真的是非常的不好，他必须靠自己，就是收人家钱，然后去料理一些事情，来赚取自己的生活费，然后养自己的家里。我觉得他是黑社会下面，就是真正那种大哥，他所操控的一只棋而已。你们干什么？走了。警察已经在监视器里面发现，我们看到的人就是你。你现在是怎么样啊？你是看准我不敢告诉妈，是不是？你就是吃定我跟我爸怕伤妈的心，对不对？你一个女人，不要自己这样随便跑进来好不好？这是师爷家，不是我家。哎，给你们送菜来呀。我要回去呀，师爷等下就回来了。你妹叫你打电话给她，有什么事啊？她是跟你讲的吗？你爸那天晚上哦。一直在问。好了啦，你不要一直我妹妹我爸爸的，你整天在跑这出，你是没听吗？你又来了。我怎样？为什么你现在讲话都要这样伤害妈妈？我伤害你，我配合你好不好？你去外面打听一下，谁敢打我？夏妈妈还是夏家的女佣，你高兴就好，不要再教训我啦。阿翔呢，其实他是一个比较沉一点的人，他的个性其实他很闷，然后很忧郁，那他又不会表现出来，尤其对家里，他对家里就是，因为他从小他的妈妈
改嫁到另外一个家庭，当她妈妈改嫁的这个男生一起又生了一个小孩，也就是我同母异父的妹妹。阿翔发现他自己地位开始动摇，渐渐会开始一直变一直变，甚至于他对妈妈不满。我觉得他会在自己的内心里面筑了很厚的一道墙。我个人是觉得阿翔够格了，下面的弟弟也带得不错啊。可是我觉得米粉比较会看状况，米粉是很机灵的，可是想出头哦，老是靠这些小步数，我看是不太好了。丽友，你也超过头去。但是水出来叫水，要踢起来哦，无你咪一个闹鬼哦，哈！来交代，迄水也水也搬两个啊，要看我好讲。怎么会这样子？沈家慧人呢？被他们带走了。被谁？于是的阿龙。喜欢协议书，带我看一下，看做人啥款。到底什么代志？过来讲，过来讲。叫你卖搞的啦！啊！怎样了？他只不过大条。救救我他！阿翔，阿翔。那你们要跟人家好好相处啊。滚滚啊，你是不是到时阵哦手脚靠了才在那里后悔啊？都交代好啊，你坐这位啊。蔡明耀啊，也有兴趣要打。好，那个哪里来的？郑信江，林港乡的。我想我们还是选个班长好不好？我真的希望他们不要跟我一样，虽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难处。来，停！阿翔，稍微注意一下哦，你拍子一直没有跟上哦。啊，你哪敢这种班定了？滚！你还放手啦？还过来啊！陈明耀，请你放手，请你放手，你给我听好，听好。我操！我警告各位啊，在这堂课上，我不允许任何人对古没有礼貌，听到吗？尤其是你，亏你以前还是武士打正头的，可以这样对古出气吗？啊！介副科的意见是这两个人都应该送违规法。怎样？你过来啊！不要闹！不要打！老师，报告。老师，我没事了，我去旁边休息一下就好了。我会在这个剧中饰演角色的名字叫姜伟，因为他成长环境的关系，因为他从小生在一个就是家暴的家庭，那父亲常常就是酗酒。然后会打妈妈，那从小因为这样的成长环境塑造他的个性，其实他是比较压抑。你钢琴弹得不错哎，怎么会在那边固定呢？你会听哦，我刚是放录音带的，做动作而已吧。好，你好，这位是我们的美女老师。我知道，夏雨静。哦，谁啦？我怎么知道是谁？为什么我要受你这种流氓的气啊？校长说，如果你们唱得好的话，对推甄。迟到啊！电接力啊！哦，现在超热。哦，好帅呀！啊，
我要借一下，借一下。雨欣老师，要不要我送你？遇到想珍惜的东西，就要好好抓住。法务部已经通过我们参加台南市政府在安平古堡举办的音乐会，这是台湾狱政史上的第一次哦。